那口袋也非常的大，那这个帽子呢，其实呢也非常的大，内刷帽穿起来超暖超舒服，三种 size， 然后十种颜色，搭运动风啊，或是正常的风格啊，其实都会非常的好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森田，我今天呢穿的就是个老鼠灰，这样的版型其实非常的好看，也非常的特别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装双口袋，那口袋也非常的大。你看，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外出不想带包包啊，全部塞在这，穿起来就会非常的好看，因为在于它的版型已经有改版过了。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风格？就是搭的比较是属于那种休闲风格。我现在呢穿的呢就是芥末黄，那芥末黄其实这个颜色让人家看起来会比较有那种舒服的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任何的颜色都可以百搭，只要你黑就穿芥末黄，你白就穿芥末黄。那这个落肩呢其实是小落肩，所以它非常的修身。那前面的口袋呢，你会发现有一个大口袋，号称女生有肚子的人呢必须要买这件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可以修饰身形，视觉感就是肚子没那么大。那这个帽子呢其实呢也非常的大哦，有时候你真的天气冷的话呢你可以戴起来。这个抽绳非常的贴心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做的是这种有铁扣型的，就是不会有 hooky 的这样的状态，冬天冷的时候呢手就是放在前面就对了。我穿的这个颜色呢算是有点点苹果蓝的颜色，穿起来真的非常的清新。里面呢还有内刷帽，穿起来超暖超舒服。它设有三种 size， 然后十种颜色，不管今天要搭运动风啊或是正常的风格啊，其实都会非常的好搭。